没有场地、时间或器材限制的城市街跑，近年来成为最受欢迎的全民运动。因此 Under Armour 推出最新跑鞋 Hover Phantom 3， 不但结合了时尚穿搭，而且包覆性也很足够。潮跑大使胡宇威率先上脚演绎，直呼这双鞋很轻盈，很有安全感。主要是包覆性的部分，然后底不能太平或太硬，不会抽筋，所以就是底很重要，再来是它的包覆性也很重要。所以在这个 Hover Phantom 3的时候，其实真的我不是在做宣传的时候，但是其实真的很好穿，很好穿，没有在骗你们。热爱运动的胡宇威表示，跑步就是一种自我对话。我觉得跑步是跟着心情走，所以你要是觉得低落的时候跑一步，其实也会让你发泄，运动也是一种发泄。然后选到你对的鞋子，选到你对的心情的时候，往出去跑，会让你大开眼界。加油加油加油！ Hover Phantom 3即将在8月31号上市，让跑者在运动的同时，也能引领街头时尚。